is to the Chao Chao, who we to Duan, Pada Duan, who we to Ta Shuo,虽然你抱得快，但是如果我们比赛的话，我一定能赢。兔子说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他同意跟乌龟比比，看谁抱得快。他们商量好请狐狸当裁判。比赛的那天，天气特别好，不凉也不热。比赛开始，兔子跑得很快，一下接不见，乌龟一步慢慢地向终点爬去。兔子跑了一会儿，回头看了看，连乌龟的影子的都没有，他觉得日子跑得比乌龟快得多，一点也不一样。这着急，就躺在一个大学校修理一大觉，上了以后，接往前跑。他跑到终点的时候，乌龟尚在那打瞌睡呢。回里都对兔子说：“乌龟到脚边已经快一个小时了，你怎么才来？”这场比赛你输了。